我和我姐两个人打算吃两包，所以我们放了两包，稍微的煮软了就可以。因为姐姐她已经吃过了，所以这碗比较多，这碗比较少一点。这碗多了就是我，因为我没吃过饭。现在我打算把整包料放下去。其实你觉得辣吗？我觉得挺辣的，相对我这种挺能吃辣的来说，还是有点辣的，但能接受，能接受。放芝士的话会可以中和一下，就更没那么辣了。然后再给它搅拌，把这面容易坨嘞。快点，亮！哇，我看看，每次看都觉得好诱人，超诱人。今天呢，我们打算用不一样的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会在中间已经拌好的面里面加个蛋。哇哦！烫，哇！同样的，放上一些芝士。OK， 我的做法呢，就跟网上传统的方法一样。哎呦喂！哎呦，哎呦！一对焦，没事，焦，一只对焦。然后呢，把面放到蛋液上面，炸鸡，饿啦，好好，好了，然后放上这个马苏里拉，呀，都涂在一起了，饿，把这个面，再来一丢丢，感觉应该会很好吃，好，看看我们俩的谁更好吃，这个。这就是素颜比较邋遢的形象吧，但是我真的超爱厨房的。这个脸，你们觉得我和姐姐哪个比较好吃？你们觉得？我的。撒上之后，颜麻烦撒有点艺术感好吗？它边上好像风景哦。你觉得哪碗颜值高呢？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吧。味道才是王道，跟配料都是一样的呀。好啦，完成。然后呢，先把噔噔噔噔噔，请投票，姐姐一，妹妹二。投票一、二。来看看我这底下的蛋黄，蛋哇，全都凝固在一起了耶！搅拌，感觉超赞，我靠，哇，拉丝。我已经好想尝了，你们快过来看，看这里，蛋已经变成这样了，就超赞的感觉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吃了。哇，它已经坨在一起了。开始人生的第一次吃多了，来尝尝我的作品，好浓的芝士味呀！我觉得比之前我吃的回民面好吃。不过真的没有之前那么辣了，像我这种吃辣八级的人，吃辣八级的人完全 OK。两分钟全部消灭完，喜欢吃火鸡面的 baby 们，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今天的做法，都超好吃。以为我们吃完了吗？叮，来块榴莲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你们喜欢，拜拜。